嘿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你不笑我也给我带来的游戏实况解说》啊！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款 IO 游戏，叫《木木点 IO》，又来了，IO 游戏又来了，让人又爱又恨的 IO 游戏呀！所以今天我录这个视频之前呢，进去玩了一会儿，熟悉了一下，免得啊刚进去就被人家打死，一夜回到解放前。那么这个游戏呢，说的是你要扮演一个原始人，或者说古代的那种。属于部落的那种人啊，那种时期，一开始呢，你只有一个人，你要靠砍树啊、踩石头啊、吃食物啊，来一步一步强大起来，最后打造出自己的一个王国，或者说你也可以加入别人的部落，当然啦，你也可以一路单干到底。但这个游戏呢，还是讲究一点点团队配合的精神的啊，你负责这个，你负责那个，一个人玩的话呢，还是比较难的啊，动不动就被人家一帮人搞死了，好吧？那么咱们这就进入这个原始的、残忍的世界。我们进入了游戏世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控制主角，一个大蛋，两个小蛋，两个小蛋上呢含着一把像锤子啊或者说斧子一样的东西。一开始我们就要靠勤劳的这两个蛋和这把工具来进行成长了。这个地方呢旁边有两个树啊，我们就对着它砍，一边砍呢，这下面这个经验条会长，看到没有？我现在因为是刚出生，所以说上面写的1岁，看到没有？我要变成2岁呢，必须不停的砍树，不停的砍树，然后就会长大，然后就会成熟了。那么这个游戏呢，有一个小技巧，你如果移到两棵树中间，一起砍，成长的速度更快，你比别人先到2岁。那么升了这级之后呢，你能解锁不同的东西，这就是刚刚我说的团队配合要出来了啊！你可以选择斧子，收集资源的速度更快。或者说选择剑，武器的攻击力更高啊，打人更加厉害，但是呢，你移动速度会变低。由于我一开始没有任何的部落，所以说我要单干的话，必须有一把强劲的武器。毕竟剑也可以砍树嘛，虽然砍得没斧子快，但是保命要紧，小命是最重要的。IO 游戏里面生命最大，其他都不重要。你一死，所有的东西都没了。砍到3级之后呢，又出来两个解锁东西，要么解锁饼干。这东西呢，食物是用来回血的啊。本来默认这个苹果呢，只能回20个血，饼干可以回40个血。要么就是石头墙，这种墙呢，你搭建部落的时候，比那种木墙更加的坚硬。但是我如果单干的话，我要保存自己的这个生存力啊，对吧？当然选择饼干啊。马上就要到4级啦，又出现解锁了一个东西，这个是那种隐藏的陷阱，敌人踩上去之后，它就会定住不动。这个陷阱只有你和你的队友能看到。这个阴人法器啊，旁边的呢是这种加速板，你人踩上去之后会加一段速，这个可以用来制作陷阱，人家一不小心踩上去，嘟嘟嘟嘟嘟，嘣，碰到陷阱上去了，对吧？我们先弄一下这个陷阱吧。我比较喜欢阴人。那么树砍到了将近300个木头，可以去砍点食物了。你没有食物的话，就吃不了我刚刚解锁的饼干。一旦和别人进入战斗的阶段，你如果没有补血的一个能力在那里，获胜的几率会下降。我最好找一块这个食物和其他的资源碰在一起的地方，这样呢能够两个资源一起砍，成长的更快，对吧？我都4岁了。可以上幼儿园啦，你看看别人现在都没断奶，哇，石头和树一起，这个可以的，这个可以的。屏幕下方这些东西呢，其中有一些我还没介绍，比如说那个饼干的右边是木墙，木头墙的右边呢是陷阱，钉刺陷阱啊，敌人撞上去会伤血。然后陷阱的右边呢是大风车，风车你放下之后是会不断的为你产生这个。左下角有这个金子的，这个金子在游戏中是最最重要的东西，什么用我待会再说，因为我升级了这里有3个解锁选项，要么选择更加好的这个陷阱伤害力更高，要么选择更加快的这个风车，要么选择这个矿，你可以放下一个这种石头你可以放在基地里，然后你在基地里就能采集。我们当然要这个风车，我刚刚说了这个金子是最重要的东西，为什么？因为 IO 游戏里面你死了就什么都没了，这个 IO 游戏里面只有一样东西会保留下来，什么东西？帽子，这种帽子呢都是要需要这个金币购买的，每一样帽子呢对你的人物加成都不一样，有的帽子你戴了会速度更快，有的帽子可以会有反甲的功能，有的帽子呢像这个最后的这个武士帽子你的攻击速度会更高，要么就是这个慢慢回血的帽子，要么就是像这种食物帽子，你可以伏击别人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食物，各种各样的帽子，价钱呢也非常贵所以说这个金子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待会儿建基地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一片金矿把它围起来，这样的话之后我们招收这个部落的成员就能派几个人在里面找金子。那么这里呢，我升到了6级，又解锁了2样东西，弓箭和锤子。弓箭可以远程攻击，锤子呢拆别人的建筑拆得更快。我作为一个独狼，一定要有弓箭，远程在这个游戏里是非常重要的。到了6岁之后呢，就上小学了，这个游戏就不管你了，你再升级也不会给你解锁新的东西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要再成熟一点。6岁你想想小
都没长大，怎么去繁衍自己的部落？我成为部落首领之后，怎么去诱惑部落里的女孩子，对不对？我和这位仁兄在这个友好的采集食物，他也没屌我，我可以偷袭他一波，我有弓箭，对不对？看好了，你别跑，你别跑，哈哈哈哈！你作为我的垫脚石吧，死了，他要死，他要死，最后一下。但是由于我拿着这个剑啊，没有他拿着斧子跑得快。刚刚说了嘛，这个战斗武器你都会降你的移动速度，把他放跑了。哎呀，我的猎物啊！哎，这个人，我跟他表示友好，旋转表示友好，旋转表示友好。哎，这是这个游戏里面的潜规则，一旋转别人就知道你是好人。然后，哈哈哈，你中计了。你中啊，操！接下来我们就要物色一个造基地的地方了。最好的地点呢，还是一片有金矿、有树、有石头、有食物，并且在地图的边缘的位置。因为地图边缘嘛，你可以省一面墙，同时敌人来围攻你的时候，还可以省去一面围攻你的地方。像这种边缘的地方，这里呢，我们到达了北国啊，这里都是冰天雪地，北风呼啸，铮铮铁骨啊。我沿着这个地图的边缘走一圈。看看哪里好，这个服务器呢几乎是满人的，所以说我估计那些好地方，非常好的那些地段啊，都被占了啊。我一个人人力单薄，我人力单薄，为什么不现在造建一个部落，然后吸引别人进来呢？我们的部落就叫 Win 了，获胜。有人在这里造了个陷阱，我把它拆了，能获得点资源，还能打乱别人的节奏。哇靠，这个人友好友好 friend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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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友好，好，有人加进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人叫未知的名字，他竟然加进来了，他退了。哎呦，这片地区已经被人造了这么大一个基地了，这一定是两个人以上的基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造的这个木头墙啊，你最多造二十个，你不可能一个人把基地造那么大。哎呦，你好，旋转已是友好，旋转已是友好，旋转了，我都旋转了，我旋转了，真是的，这个潜规则都不懂吗？啊，旋转表示友好。旋转表示友好，旋转表人心啊，险恶呀，我什么都没有啦，我从今天开始我黑化了，你们这些渣渣我看到了就打。因为你打死玩家之后，你不单单能获得经验，你还能获得很多很多这个金子，然后买帽子啊。我又七级了，我又再次强大了起来。左下角这个小地图显示着我死在哪儿。等我强大起来之后，等我有了足够的人手之后，我就去复仇。那个红叉是我生命中的污点，他在用这个冲击板做各种各样的陷阱。你看，啪冲进去之后，人就出不来了，人就被困在这里面了。哇靠，太阴损了！我也不去搞什么资源了，首先把风车放下来。赚金币不单能买帽子，右上角这个排行榜，它后面的数字其实就是你有多少金子。你排行榜一上，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你的部落，对吧？这是一举三雕的事情。我决定了，地图的右上角就是我的基地了。偏安一隅，这里人迹罕至啊，没人来的，走得又慢，对吧？又冷，没人来的，我就在这造一个小基地，把这棵树围进去吧，好吧？其他的我们也不奢求了，什么金矿啊什么，肯定被那些霸主给霸占掉了。好，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小基地的雏形就形成了，然后。我还要在外面啊放一些尖刺陷阱，别人进来就要承受陷阱的怒火。哎呀，我挤不进去的，我操！接下来就要放这个风车了啊，放风车了。我还是要砍点木头。好，差不多了，800多个木头了啊！我从7岁砍到了10岁，离家3年了呀，不知道我的家乡怎么样了，不知道湘东父老们都啊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。那么我们的风车得马上放下了啊，及早赚钱才是王道。啊，这个游戏因为有一些 bug 啊，你可以把风车放在外面，哈哈，这样就不在。我靠，它更新了，它你不能放在地图外面了。这样的话就算了，我把我这个6个风车都放下来啊。那么现在我们的部落成型了，部落成型了代表什么？我这个部落的酋长，他的威严啊散发到体表之外了。别人一看，哇，这个部落好棒好棒，就想加进来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要开始招收人手了啊。当然，这个游戏招收人手只能等着别人自己加进来啊。这个好像没 一直没人进来啊。我把陷阱都放下了，怎么样？铜墙铁壁，谁攻得进来？哎呀，我的石头不够了啊，这些永远缺资源。我现在缺人手帮我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友好友好友好，我买个雪地帽子，我跟他刚。他定住了，他定住了，哈哈哈哈，死了，漂亮。
又来一个人，你谁呀？你们是组队来打我吗？刚刚那人也是部落，但是什么部落我忘了。我为什么没打中他？打中了，漂亮！你吃血，有人加我部落了，进来快进来，我需要人手。咱们友好吧，咱们友好吧，友好，好，好，哎，谁都奈何不了谁。刚刚好开心啊，我把一个戴雪地帽子的人打掉了，然后我刚刚买了个雪地帽子啊，现在在这个雪地世界呢，我这个移动速度是很快的。刚刚这，你不是和平吗？你不是和平吗？这人怎么这样？是漂亮，漂亮，吃个肉，再吃个肉，哦，一杀二，看到没有？我是北国男子，在这里是我的主场。刚刚来的小伙子呢？怎么还是我一个人？可能他给很多部落发了邀请吧？有没有加我的部落呀？我到第八名了，你看到没有？看我的钱，我转眼之间已经到第六名了。这些人真不会玩，一开始应该默默的发展，你去争斗什么？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到处打架呢？你看，被我轻轻松松赶到了第六名。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加我的部落呢？既然没人加我的部落，那我就要独自南下了。去之前我要采点食物，有一个这个饼干的补给，对吧？打架嘛会伤血。我到十三岁了，十三岁了可以差不多大家都到这个年龄就成熟了啊，可以了，我去搞事情了。打完架能得金币，嘿嘿。哦，谁放的风车？哇，这帮人有毛病啊！我操，我操！哦，这个帽子可以，你看不见他的血量。在这里我没有这个速度上的优势啊。好，马上就要到6000块钱了，漂亮，加速帽子买了。哎，我接下来在草地这个地方我就用加速帽子啊，在这个雪地我就用这个蓝帽子，对吧？速度是很重要的，我来抢劫你们了。哇靠，这个部落赚了多少钱？你看这么多风车，风车还围了一个金矿，他应该 要召唤他的部落的好友来了，回来了。哇，这部落的人不得了，但是我又不怕的，对吧？我又不怕的。哎，进射中，射箭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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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我去，差一点点！哎呀，我到最后要买一个这个武士帽子，射箭频率会高。好了，该复仇了。刚刚我就是死在这个红叉这里的。我已经14岁了，再也不是无下阿门，再也不是熊孩子了。哎，这家部落到哪去了？经过了这几年，这个部落已经覆灭了吧？我的仇人都找不到了，我卧薪尝胆是为了什么？我的人生已经失去意义了，我的人生已经失去意义了，去死啊！我要杀死你们，都去死！ 你已经认命了吗？啊！砍光这些东西，这个世界就该毁灭。我的城堡好像被打了，我风车还是只剩两个了，有人来打我。哎，这个人有意思啊，这个人有意思，哈哈哈哈，有意思，你跑得过我吗？你跑得过我？滚蛋！我被激怒了，我双手已经沾满了鲜血，我的风车只剩一个了。现在他们还在那儿，还在操我的风车。戴上我的雪国帽子，他还在里面吗？你还在里面啊？你还在里面？你找死呢？你找死呢？是你是吧？一个野人都不是部落的人，竟然敢来打我！这个人竟然还进了我的基地，安安静静的在这采食物吃，这心也是大。我靠，这人穿了什么帽子？两个红角的，我查查看。这个是吸血帽，你砍人的时候能够回血，很厉害嘛！你也是雪国男儿嘛？那我就不打你了。救救救！哇，加了不少钱呐！哦呦呦，这里有一个基地，看到没有？第二名在这儿，第一名也在这儿，第二名是一帮的，来来打，来打，来呀！来呀，来来来来，别怂别怂，过来出来，他是想引我进去吗？来呀！死，漂亮，快快快吃血，快吃血，吃满了，继续冲进去，杀进去。哎哎，我被他陷阱堵住了，我靠，我被他陷阱，快快砍掉，快砍掉，他没有弓箭吗？他没有弓箭，正好没有弓箭可以射我，快走。我去，这基地里那么多陷阱，来来来来来，
仇人你好啊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想活了？哈哈，我第二名了，我第二名了。彪彪死，彪彪彪，哎呦，回血很快啊！哎，我操！彪，这个部落是我的仇人，这个部落叫 KURE， 我怎么没剑了？我怎么射不出剑了？剑要消耗木头，我才发现我的风车又被人家干掉了。为什么总有人去打我的家？就是你是吧？你谁呀、啊？他把我家堵住了，我靠！这两人把我家堵住了，死去吧！这个 YZ 部落的，他把我的家变成他的家了，而且还造了石墙。来来来来来 ，Gold Gold， 我加入你的部落。这本来是我的家，一起打，一起打他，一起打他。对，加油！我冲进去，你在后面垫后。射死你丫的！我的风车都没了。等会我加入这个 Gold 部落，我加入这个 Gold 部落，要漂亮，一起进去杀。他现在完全相信我了，看到没有？滚滚滚！就是你！哎，我被他陷阱卡住了，妈的智障！哎，太好了，这个太好了，这人应该是部落的首领。你，这人又来了，这人又来了，干死他！死！叫你拆我的家？哦，这是。哦，这是他们部落的房子，同样是北国男儿。哎呀，这个北国和草地一起的。哦呦，有人来打了，杀！那个旧家我抛弃了，这里是我的新家，我们要永远快乐的生活下去。哇，他们的部落真的好大呀！我放一下我的这个东西啊。对啊，门口可以放陷阱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这人又来了，这人又来了，驱逐出境，滚！他们好像是应该是刚进服务器啊。不然这么多人，这个成就 不止这一点点的，有的人才刚开始放风车，你看，好，我六个风车放满了，我又开始赚钱了，谢谢这个部落的庇护，我一个人这根本就守不了家，太好了，现在终于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了，有个安全的家，温暖的家，还有那么一大帮子兄弟，这个应该是首领，我应该是老二，看帽子就知道了，这三个是裸体的，你看，应该是新收的小弟，我换上这个速度帽子，哦哦。这个部落首领出发要去突袭别人的村庄了，我要听从他的号令。家里这三个人就是劳工，我是跟着他的这个战士啊，看帽子就知道了。哦，又是这个 YZ 部落的，我们部落和他结下了仇恨，在 YZ 部落有点像这种野人啊，是分散在外面的。我们是正规军，好，配合的非常好。老大到哪去了？我追随老大，我变成这个服务器第一名了，看到没有？当然了，这个第一名可能有一些水分在里面。为什么很多人钱呢都用来买帽子了？你一买你就下去了啊，排名就下去了，不一定这个前面就强，但是前面的拉风啊，服务器第一名，这个名号说出来吓死人，这个部落直接就有士气加成了，别人就愿意进这个部落，这部落就会越来越强大。我马上到15000了啊，我这个武士的帽子要出来了，武士帽子你这个射箭和用箭近战攻击的速度都会增加。老大戴的是一个吸血帽子，好，把这村庄抢劫了，滚，吃掉，漂亮，这人又复活了，竟然在出生点造东西啊！嘿嘿嘿，老大，我干的怎么样？你的狗腿子干的屁！你的副手干的怎么样？哦，我15000了，我买个武士帽，追随老大打架嘛，打架要有武士帽或者吸血帽啊。但是老大已经吸血帽了，我就装武士帽，一个红一个金，你的部落名字叫金，看来我才是首领，我要夺权。他夸我帽子好看，谢谢。还有更好看的呢，还有更好看的呢。哦，3000买不起，回家啦。哇，看看看看，看看我们的基地，一片繁荣啊！我一看就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守卫队队长，对吧？哎，我负责安保工作，看我的帽子就知道了。北国还是应该戴这个帽子。嘿，我停下，他还看我一眼，好萌啊！好，他让我们上，这老大负责指挥啊，非常霸气。他不打，他来一个动作让我们上，行，听你的，全砍了。这个服务器是我们的 ，Who's Destroyer？
老大问这个排行榜第一是谁，你应该问他在哪里好吧，我怎么知道是谁，没人知道是谁啊，这人叫驴子，笑死大家了，死。我们部落有多少人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啊，90个人啊，现在左下角地图呢也显示了这个队友的位置了啊，人好多呀，你看呀，我们走到哪儿碰到的人都是我们部落的，这玩个鸡，哎呦呦呦呦，风车，哎，又是我们自己人，怎么满地图都是我们自己人啊，哇，我们的基地变成这样了，我要帮助建设一下，我到现在都没出过什么呢，对吧，把这个口堵，哎，一起建立的家，谁攻得进来，这是我见过的最强的城堡，哎，老大亲自动手了，我也不能干看着，对吧，来了来了，终于有一个不是我们基地的，我现在射箭速度好快，哇，这个萨克爹克来了，哇，武士帽果然厉害，我操，我已经杀了两个人了，我又变成服务器第一了，哈哈哈哈，刚刚我是没发现这个武士帽子啊，你鼠标开始狂点之后，你会发现射箭的速度至少是原来的2倍啊，老大不见了，找不到了啊，我出去看看，看能不能单枪匹马挑下几个城池，回去去表功去，嘿嘿。你活得不耐烦了，跟武士打架。拆了拆了拆了，风车照在这里污染环境啊，像什么话，拆了，看到一个打一个，看到一个打一个，看到一个打一个，滚蛋，真的要被全杀退了，武士帽子的攻击速度真不是盖的，哎呦呦呦呦呦，这里有个基地，这里有个基地，哎，怎么又是自己人呢，我们都开分基地啦，你在逗我吗，怎么又是自己人啦，三矿啦都强迫症受不了了，他强迫症受不了了，哎呦呦呦呦，这不是老大吗，他怎么跑其他部落去了，老大背叛了我们，因为以往的情谊我还是不舍得打他，我弓箭射的怎么样，准不准，为什么这根箭，这人卡了吧，死吧，你看才0块钱就第10名了，这个服务器的人可能被我们全部杀退服了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 moomoo.io 也玩的差不多了啊，挺有意思的一款 IO 游戏，你要建设自己的部落，招兵买马啊，一起发家，买帽子，强大自己。然后这个游戏的更新的速度也很快啊，我之前没几天我熟悉了一下这个游戏，然后今天突然有很多东西都变了，包括这个雪地也是最近才出来的，我很期待以后这个 IO 游戏会变成什么样子啊。好吧，我们来到了我之前死的地方啊，在这里结束吧，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